零食，召唤小朋友和随身物品。现在我们就出发啦！很久以前，和你不一样，我也是一个好奇的旅行者。我的旅程从披着一只蜻蜓开始，我追随着它，直到发现一个水晶鞋。这个神奇的水晶鞋是所有灵感的源泉。为了捍卫水晶鞋，我们建起一座城堡。许多年来，沿岸修建了一些美妙的喷泉花园，歌颂一个个灵感源自水晶鞋的奇妙故事。直到今天，奇妙的蜻蜓仍然指引着我们。让我们一起追随它。Thank you.
外的展示，意外的发现令我兴高采烈。今天，请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这份神奇。请往上看，那是金色的蜻蜓，正是它的光彩打开了水晶鞋厚重的大门，唤醒里面的神奇。属于你自己的精彩故事，再见。